真的是很多的同学来帮忙来参与。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去年学校的那个门口那个学校的那个名称啊，国立台湾大学被改成台北帝国大学。啊，你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哦，那件事情真的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啊。好，然后真的还。那个，所以这一年来哈，我们由双方面由对立哈，变成一个合作的一个状况，真的是要谢谢大家啊。那最后还是谢谢大家今天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音乐会活动，我不要多讲，让音乐会赶快开始哈，谢谢大家，谢谢。有一个前面的那个经验，就是华光社区，在华光社区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家户对政府胜诉，所以我们知道的是，有一个家户就有一个庭，他是言辞辩论终结，他即将要被宣判，然后之后就代表学校他其实是拿到强制执行的命令之后，他就可以随时做拆房子的这件事情，所以让我们非常非常的焦虑，因为学校一方面在就当时的那个情况有点像是好像学校愿意谈，可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坐下来仔细的去思考说，那这个时间这样一直走下去，我们如果就是让时间解决一切的话，那最后就是学校非得就是来拆了居民的房子不可那个情况，所以当时的那个情况其实是非常非常紧急的。然后如果去年有来的朋友，真的很感谢大家，就是真的是有去年的那些事情才有办法走到今天，就是有那三个原则，然后我们就把想要把那个去年的那个心情呢，就有一个没有马赛克，不是用普通的画画啊图啊什么之类，其实是因为我们觉得也希望可以把它留下来，就是补充一下，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把它就是你知道表在那个墙壁上，但是现在都不太具体啦，只是我们这样希望，那我们也会努力做到。有一句话我看到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它叫做逐个住得起的家，就是家可能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习惯的觉得好像一直会存在的概念，可是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人他是为了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家是非常辛苦然后非常努力，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很开心大家今天在这边呢，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多多关心这个绍兴社区的活动。好，再来这首台语创作《武力》。心里的爱，盼望你。
可以仔细来看关于不当得利中继地点还有原地设宅安置是三个原则。所以这三个原则现在等于就是就是这一年来我们过了这么多就这样绕来绕去，我们走到今天终于确定有的在手上的东西，但是到底要怎么走到更明确的或是更具体的，那当然还有很长的路嘛。那我们知道绍兴社区也藏有非常多历史的记忆，很多秘密，很多故事，那我们觉得这些东西都应该被留下来。一般的做法可能就是口述访谈嘛，所以我们就是访谈家户啊，你为什么来住这边。可是后来我们觉得其实像是绍兴社区这样的低矮的房子，就是所谓的违建，它在空间上也是具有很大很大的意义。像是这个居民的一天，那对他就比如说清洁队的工作开始了，从早然后到晚，然后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刚刚就是被提醒少讲一件事情，这个房子是有电没有水，所以他们要在哪里洗澡呢？不能在这里洗，他们要出去外面，在外面的比如说公共的或者是有可能就在室外。然后再来是你发现这房子并没有厨房吗？所以他们要在哪里煮饭？也是在外面。那其实是呼应到了，如果大家有去过社区，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其实会被放在家户外面的。那到底为什么？那就是因为这样。我住派当快快，我住大不进不难，因的住起家地，咱的住在倒位。现在有没有什么口号？绍兴，绍兴，我们喊绍兴，大家喊加油，好不好？好，绍兴，加油！绍兴，加油！绍兴，绍兴，绍兴。